超级尴尬、欸。没有，你再讲个话，他就会声音，对，声音会很清楚。真的、哦，所以这是收音麦克风是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它是多媒体组，就是专门给做自媒体的人 来弄的。很不错、欸。因为他是不是都会拿着这个自拍？对啊。然后我又有拿这个握拍杆，然后他也可以把它展开来做支架用。哇塞！超棒的。所以如果说，但是他拍出来都是横式的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直视啊，哦，它也可以直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